这是我们史上最淡定的直播组。对，完全无感，觉得很舒服的那种。他完全不会叫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我们试试看这一点。还想调整受范围，我是不是有点厉害？哦，还真的蛮厉害的，可以看一下我影片下面其他人。哦，天哪，叫的跟什么一样？但这里真的是今天最痛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才架摄影机录一下，想要挑战我会不会叫。对对对，结果不会。你还在我的范围内。我有点失望。一直加重力道，我们只为了看加。没用啊！我好厉害哦！对啊，可是真的很痛哎、欸！有反应了，非常好。因为上一个直播组也是没什么反应，我就好把关机。我有可能刚刚在同一间直播的哦，这间直播公司的都没什么反应。对啊，你们也太冷淡了吧！其实真的很痛哎、欸！这种时候到底是应该要闭气还是呼吸？你就随意开心就好。因为不是说在按的时候你要，其实你要放松就好了、嗯。其实你还蛮放松的，这样蛮 OK 的。好，嗯，内心万马奔腾，但是外表却非常淡定。根本是跟关公一样。哦，真的。有，你的语气其实已经有变了。因为很痛。有，就是这个，激发了。天哪！有种腿软的感觉，等一下还要走五楼下去，要滚的好。不用淡定，你可以表现出来，这样子才有戏剧效果。好，大家快点下载浪 Life 追踪18438040。臭逼逼，我应该算是在这里最淡定的人了吧？算是哦。对啊，没有到成就，但真的很痛哦。啊，天哪，本日最痛。有比刚才那个小腿更痛吗？有，哦，没有之一耶，真是最痛，为什么痛那么痛啊？就跟这个有关系，你刚才这个到这里那一条有关系。而且按这里的时候我肚子叫哎，哇、哦，这里真的很痛哎。很非常好，表现再多一点。我没有在表现，真的非常。不错不错，这才是演技嘛。不错，这个就是这个。天哪！啊，我的脚软掉了。嗯，对，就是要让它软，因为它这个超硬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天哪！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。还有。什么东西？那也结束了。明白吗？突然从天堂掉到地狱，浩劫重生，然后又掉回地狱。深层啊，骨子里面的痛，深入到骨子里面。对，满清十大酷刑就要给他把这个加进去。我的妈呀！天哪，好累哦，怎么累呀、啊？
比我拍照一天还累。比拍照还累。那我明天搞不好身轻如燕呢。对，没错，因为他会很轻松。没事，想说，哦，怎么这些动作你都做得出来啊？这样有人就是被你巧巧可以劈腿吗？没有，通常随便就可以劈腿，你一定会找另外一个人。不是因为啊，劈腿的意思就是你去找另外一个人。什么？现在随随便便都可以劈腿？我怎么不行？太过分了。你真的要劈腿的话，那筋要拉得很开啊。这样会痛死吧。对，会痛死。但是真的是可以拉开的。可是要逐渐式的啦，也不可能一次把它拉开，可能会断掉吧。我现在就觉得我的筋要断掉。天哪！看镜头啊！太酷了！啊，结束了吗？嗯，差不多了。哦、太好了，觉得差不多，我的生命也快结束了。好痛啊！怎么那么痛、啊？有没有看到那一道光？有了呢。对，我看见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一小块在外面。嗯，外面应该比较不会痛。那痛感不一样，有没有？那痛感不一样吧？这比较，我想先不要讲话。我讲的时候，这边可以接受一点，然后你再按进去，哦，这不行。哎呦，啊对哦，这不行。但是真的没有上面那一块痛。嗯。原来大腿才是。最不能按的地方，对，一个罩门、哦、真的是罩门。以后受伤绝对不能受伤大腿。不是，以后那个什么节目效果不是有那个脚底按摩会尖叫那一种吗？按大腿，然后边按脚底按摩边唱歌那一种，有吗？现在是按大腿，对，边唱歌按脚，可是按脚也很痛，我每次被按到那个妇科我都惨叫。 那个很痛耶。你没有试过我的，以后就可以配合我，我帮你按那个脚底，然后你就唱歌吧。天啊！还是你现在可以唱来一首来听听看？你说你按，你现在在按的时候？对对对对。你确定？我觉得应该蛮有娱乐效果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就已经有娱乐效果。你看我前面那么淡定呢。没有，前面淡定的时候我没有录进去啊。哦，对，前面真的超淡定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的那种淡定。对。真的不会痛，但是哦，真的痛。可你的反应不够激烈。我刚刚投降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那太痛了吧，这个地方。可以把我这里拿掉。待会再装回去哦。对。这也太痛了吧！天哪，我觉得我大腿要肿起来了。可是你看一下，并没有肿。这也太痛了吧！嗯，就我自己在家是应该要自己，不是这样推，就是你要压下去，它很深沉。这也还好、嗯。对啊，你可以。那可能是我推的还好。啊，不行，我现在不想碰它。哈哈哈哈哈！需要休息。好。对，它就乖乖的。